爸爸，你快点啊！我都已经穿好鞋子了。今天晚上我们要出去吃啊，因为刚才鸡婆下班的时候打电话，她说今天想在外面吃，然后她今天晚上请客。现在我跟小泽穿好衣服去找她。走吧。我今天还带钱，你去吧。你带钱干啥？给我妈妈请客，不是要给钱吗？真的是。你读一下这些字。勤通风，勤洗手，戴口罩，少出门，不扎堆，不聚餐。你坐后面。好，快上去，刚才妈妈打电话催了。小泽，小泽，我们到商场门口了，但是我们没戴口罩，估计人家不让我们进去，怎么办呢？买呗，真的是。算了，让你妈妈买一个啊，给妈妈打个电话。啊，我们没戴口罩，然后不能进来，怎么办？哎，你买个口罩给我们送出来吧。好，好，拜拜。啊，现在我们在门口等着鸡婆送口罩出来。爸爸。嗯、现在进商场门口都要扫码。这口罩呢？口罩马上送出来了。哎，你妈妈出来了，小泽。天哪，你们竟然连口罩都不戴，小泽嘞？小泽又躲起来了。他竟然躲起来了。来，赶紧戴着。那上了车才发现口罩没戴。还是那个，把这个口罩放到你车上，不然免得老忘记。我都饿得受不了了，然后我说是买一份吃煎，结果吧，你就打电话说口罩没戴。一份吃煎是吧？哎，对。你好，猪牛肠一块哦。我要买洗面奶的那个店，我记得明明是在这个地方啊，老来，他竟然不见了。妈妈，有点笨呗。我们在几楼吃饭呢？我们在四楼啊。四楼是吧？啊，你是点好了还是怎么样？没有点好，找好串串香。串串是吧？啊，行不行？可以。一个人逛街完全不行，进了这个店，走马观花的看一圈；进了那个店，又走马观花的看一圈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一个人逛不了街，我好尴尬。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可爱。啊，在吃这个串串香吗？啊。每周二会员，小孩吃东西很多，有虾滑蟹柳鸡米花。有活动吗？哎，是的，正宗的重庆火店啊。那特色菜品四张就可以，免十根签子。是会员的话7毛，不是会员的话9毛钱一根签。不是会员，我现在能做会员吗？可以啊，230，可以。哦，我们自己去拿签子是吧？对，自己拿。哦，小三，你在这里坐着看东西，我们去点串串好不好？啊，不好，你在这里守看不是吗？留一个人，大人呀、小孩还有我爸都可以啊。好，就是小孩在这留着噻。我不想留着，我真的想去那里。好，那你跟爸爸去点，我在那留着，好吧？好，去吧。我来拿点这个腐竹，拿点这个豆皮包香菜，这东西还蛮好吃的。毛肚来一口。小馒头。你把它放这里。这不是我的吗？这小泽的黄金馒头。锅底开了，一边下4个，一边下2个。小泽的火腿下这边。辣的根本就不可以，我快点。那说不是我不能吃辣的吗？好，这是餐具里面的一个小围裙，吃火锅防止把油溅到身上。这是我刚才拆的。后面绑不绑？你要绑不绑？就是那个。这个是秘制麻酱，应该芝麻酱。麻酱是必须的。芝麻酱，你的是你自己调还是我给你调？你给我调吧。我觉得我调的没有你调的好吃。腐乳你要不要？腐乳不要。辣椒油给你来一点。辣椒油少搞一点。辣椒圈，小米椒。小米椒不要，好了。
好了，好，花生碎你肯定，花生碎肯定是要的。来一点，熟芝麻。来一点点。好。小葱要。小葱。然后香菜也要。香菜要大量的。大量香菜。好，然后蒜泥。要很多蒜泥。大量蒜泥。多不多这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别的呢？香油来一点点，好不好？香油来一点。辣椒面要不要？辣椒面搞一点点吧。怎么样？好了，磨得好了。妈，你看一个甜点磨就做好了。这就是我平时吃火锅也好啊，吃这种串串香也好啊的配料。甜甜黄金馍，好好吃啊！哎呀，甜的甜的齁人。好，好吃啊！这是牛肉和羊肉，我现在已经分不清了，哪是牛，哪是羊，随意下吧。我今天调了两种酱，这是我们平时日常的芝麻酱，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今天单独弄的腐乳酱，我先尝尝它的腐乳啊。妈妈，能吃火腿吗？哎，这个腐乳可以，也还可以，还蛮好吃的。那你尝一下。啊，我不尝，我不尝腐乳，我不尝。你再作怪。哎呀，我不尝。妈妈，能不能吃火腿了？还没爆炸开。说是吃翅尖的，其实吃饭一开始就要忙啊，这种。算是自助吧，自己拿串儿，然后自己调那些调料，忙了半天，哎，终于可以吃上翅尖了。话说这翅尖一点肉都没有，为什么老婆喜欢吃呢？啊？嗯？为什么要吃这呢？翅尖就是翅。有的吃的还那么多话，不吃给我吃。真的是一边吃还一边嚼碎。全是骨头里面。给我来吃，我来吃骨头。豆皮包香菜是吧？嗯。一份一份。啊，谢谢。好。哦，送的吗？你点的这个？应该是送的吧。谢谢啊。啊，给小朋友吧。大羊肉片。哎，好辣呀！有什么饮料没有啊？喝的吗？小泽拿的脆皮肠，我倒不行了，就是我这个嘴唇呢，冬天炸的，一吃辣的这个就把嘴唇辣嘴唇。昨天没有抹唇膏吗？抹了，要每天抹，但是我面你的好辣，突然忘了一天，它就开始炸，炸了就疼。送了一份手擀面，吃成功了。谢谢谢谢，太好了，谢谢，这是下到这个汤里面是吧？这个冰粉也送给孩子吃了，尝尝。好的好的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对，这个放清汤比较好吃。清汤是吧？哎，好好的 ，OK。吃着锅。啊，牛肉呢？放到我的这个盘子里。老公，嗯，你今天 hold 住点啊，减肥第二天啊。到底哪个是清汤啊？这边是清汤。为什么这么红呢？因为是番茄口味的。哎，下个清汤里面一定是清汤，这是清汤的。哎，对，这清汤这么红。这是送的手擀面，吃了半天把这个忘了。来，我给你烫一片吃一下。这个讲究七上八下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六七八就好了。好，来给妈妈吃吧。你的胳膊不够长，站不到我的酱里面去。妈妈，你要不要一勺吃？小的我也想吃。那吧，好喷啊！我今天喂你小啊，你说你要减肥。谢谢。好冰好冰。好冰。这面有番茄汁的味道。
干嘛拉着他呀？盘子都快被他弄翻了。小子，你还爱吃这个？一、二、十八、十九，推是五中。好，推一下吃。直接是羊肉刀削面。这么小个碗。我刀削面吃没了。这里面啥都没有了。这老公再来一波吧，这都没吃好，没吃饱。又拿了一盘豆腐。这是豆腐吗？啊，猪血。再来一盘。又来一盘毛血旺，对，再来几个香菇塞进去，塞。我太小泽已经吃好了，他说他肚子吃的圆滚滚的。我减肥，我也吃的差不多了，估计就是鸡婆还没吃好，现在把所有的都捞给鸡婆吧。来，把这个，哎，啊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吃的这么干净。这里只有辣椒啊，和花椒，这里也没有。好牛啊，你们两个人啊！好，把那个盘子里面来给我来。啊，就剩这么一点点了。吃好了没？好了。吃好了，我们走吧。你不付钱吗？哎，我们这边是怎么付钱？我们这儿手串儿。付钱是数根根是吧？对对对。然后那边。一根、两根、三根、四根、五根、六根，一十、十五、五十二根，五十二根，所以这个是数盘子。对，数盘子。好，我们吃完了，谢谢啊，帅哥。好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现在我们去商场的一楼去转一转，然后小泽刚好说他消消食。小泽最近他老是说他想要无人机，我们去看一款那个无人机吧，好吧？他只要学习机，看看学习机。无人机也可以学习啊。无人机怎么能学习？适合他的只有学习机。是你想要无人机吧？妈呀，不是你最喜欢的吗？是我最喜欢的。哇，这里好多无人机啊！妈妈，我想买个游戏机。你说啥？想买个游戏机。分机吧，就是。单机价格，套装价格，套装是含什么呀？套装是两块电池。就两块电池吗？嗯。不是，两块电池900块钱。啊。旅拍必备，记录出游大片哦。但现在外面有点黑了。就是现在看的不是很，不可能在我店里飞，要出去飞。店内行不行啊？店内行不行？高度够不够？就你，我怕你撞到了呀。那你撞到，你这边是微信还是支付宝？支付宝。啊，付款单扫一下。没优惠吗？这个没有优惠，这是新款。我看一下什么样的。是啊，他怎么看？就是那个样子。我这个也没有拆的，就这个包装。我看拆了没？哎。就他们买的东西，如果你不单独，你不一起买，你到时候单独再配会贵300到400块钱。现。啊。没货我们就直接放弃吧。那算了，那小泽很失望。那为啥今天这么多人呢？因为今天周二，周二打折，他们是超市周二1.58。好了啊，好了，我们走吧。今天超市人好多好多，因为这个永旺是周二是他的会员日是吧？还是打折日啊？会员日。好，这里凉风阵阵的啊。一出来外面好冷啊。小泽今天好不好吃？他说好吃，他人家都想去儿童乐园，我是坚决拒绝的。为啥？你说为啥？儿童乐园还有为啥？他妈妈的理由呢，就是说他这么大的孩子了，儿童乐园是幼儿园的小朋友玩的，是吧小泽？到车上就暖和多了。现在每天晚上的温度是-2度。今天请你吃饭开不开心？开心，多来几次以后。
是不是还有一次啊？还有一次，对，我充值了，还能再吃一次，我们还能吃多一点。好的，改天再去吃一次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